这个了。看到没有，老师用那种褐色的，棕褐色的，表示上面。没见你涂的这么那个深啊。要画的浅一点。像不是像枯掉了。烧焦了。说你呢。他等于说这个叶子从健康到不健康到开始枯萎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正常呢就是咖啡色，我们以前不都说了吗，木头类的东西我们涂咖啡色，听到没有，木头类的咖啡色涂好之后呢，然后在它的下面加一层黑黑的，你看边边要涂黑色，加一个黑黑的，让它有立体的感觉。好，下面你自己来，下次不允许用别人的笔。